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剑圣。那么昨天礼拜六的友谊部落战呢，进行的还算顺利啊，因为是用直播播的关系，还蛮顺利的。那结果跟直播时的整个状况呢，也是直接被 YouTube 上传到我的频道，现在应该是最新的影片吧。那这部上传之后，就会变成第二新的影片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好。那么在下一个礼拜六，就是6月25号，也就是就下个礼拜六啦，会有第二，虽然是第三场啦，反正就是还会有一场的友谊部落战，那一样是5打5的，然后那一场是4个9本，1个8本，所以那场觉得应该会蛮精彩的。不过我还在找人，因为对方的9本太多了，那我们的9本有点。还算不太行，所以我还在想一下。不过那一个礼拜六也是会有直播的东西出来。好，那么波战先讲到这一边。那我刚才呢有被一个打，这个是这个。我前几天有分享一个影片，就是我防守成功。我记得那个影片应该还在吧，在不久之前。这个。6天14小时之前，我防守成功，加了13杯，结果没想到我在刚才 又防守成功，而且还是加36杯啊！哇，来看一下，他是用天女流，然后画了4个地震，这个100%断线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加36杯耶！哇哦，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断线的，然后天女是放在上面。然后他就放了地震跟天女之后，他就断线了。啾啾啾！好，大概是这样，他就断线，就只有15%的样子。好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去加了36杯哦，超爽的，真的。你半夜起来看到这个重播，觉得很好笑。不是那时候起来就发现，我怎么变3250几倍？就发现原来防守成功，那 开心了。好，那这个就分享一下刚才的影片。好，那这边要来跟大家提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不少人在说，关于友谊部落战这种东西，那我自己有在思考啦。有些人是没有部落，不是没有部落啦，就是可能凑不到。4、5个人这样子，那在这样的情况，然后加上前几次办友谊部落战，其实办这么多人还是有碰到一些突发状况，因为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很多，所以最近这几天有在筹备个人的友谊战，那它的形式哦，应该会是一个16强的形式，然后呢，我只限定9本。就是只有9本的人可以参加，然后参加的人大概会是，大概我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稿子。那参加的人，我希望会是中八，不是中八，中九以上的玩家，就是中强九的玩家这样子。那么，我该怎么讲啊？反正我希望报名的人总共是16位。然后会是淘汰赛，反正会取前3名，然后会打，连续打几个礼拜，反正还在筹备，还在计划当中，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，个人友谊赛的一个赛事这样出来。然后现在还在统筹当中，然后不过目前有碰到几个问题啦。那么现在目前碰到的问题是，我缺一个需要一直捐兵的玩家，但那个捐兵的玩家。需要是10本，然后兵种必须要都是满级的。我缺一个这样子10本以上的玩家，然后兵种捐出来能够是满级的这样一个玩家。如果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或是你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才，那么可以帮助到我的话呢，那么麻烦帮个忙，谢谢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，如果没有，如果你们是不是10级的？那没关系，如果你们今天有一个5级以上的部落，只要是5级以上就好，因为5级捐兵是加1级，家里面有5级以上的部落，然后是空的，
要空的哦，可以给我的话，那么应该不能说给我啦，可以借我用，那这样还是很好。就是目前是碰到这个问题，如果有十本玩家，那我就不需要五级的部落；那如果没有十本的玩家，那我就可能就需要一个五级的部落这样子。但是那五级的部落要空的，就是不要有人。好，然后我大概讲一下那一个个人赛制的东西。那这个是九本，属于九本的个人友谊淘汰赛，然后是16人。那时间呢，大概是晚上，礼拜六晚上的6点，然后一轮大概是3个小时。那是16个人，然后一人会有2次的进攻机会，所以双方必须准备2个以上的友谊战阵型。那如果最后是平手的话，会看破坏率啊等等的。然后报名的话，我希望是中强的九本玩家。因为你们必须要有自觉哦，你遇到的对手一定会是蛮久，这个我不会去看匹配自己匹配，反正你就是报名。那我希望报名的人会是中九以上的玩家，然后之后如果问题都解决了，可能会有突发的状况，我跟另外一个人也就是都可以把这些状况排除掉，我就会把详细的报名状况再跟大家讲一下，那这次会是个人，那个人的话参与率应该就会蛮高的。那报名的方式，我之后会用粉丝页去创一个活动出来，那只会限定16人，然后我会自己去筛选一下，16位真的是中强以上的9本，这样打起来才有可看性，而且比较有公平的状况。然后这次的活动是可能哦，那可能性还蛮高的，前3名是会有奖励的，然后这个奖励是有一位大大赞助我的礼物卡，那面额的话应该还蛮不小的，那这还是可能的，还在接洽当中。好，那目前就大概是这样子，那详细的状况之后会在过几天会在之后的影片，然后在片尾的时候再跟大家提及一下。那现在的碰到的状况就是我缺一个五级部落或是10本可以捐兵，在每周六晚上6点可以一直一直捐兵的玩家。好，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。那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欢迎提问。因为这次只有16个人这样子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报名啦。好啦，那下次见了，拜拜。